哎呀，最近天气可真热呀。可不是嘛。哎，小子过来干啥啊？冰奶给我尝尝。我也想吃。给，拿去吃。还有钱没啊？没有了。去搜搜。报告，搜到一块钱。好你个大聪明，不是没钱吗？居然敢骗我。走，我们去小卖部。太欺负人了吧。咦，这果丹皮怎么卖的了吗？果丹皮五毛。给你钱了吗？赶紧吃啊！谢谢张姐姐。那这个锁喉桃呢？锁喉桃也是五毛。正好拿一包。哎呀妈，锁喉了，再给我拿个冰袋。拿什么拿？钱不够了，拿不了。哎呀，行行，正好明天再给你点筷子呀。少来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姐姐，我们要不然回去喝凉水吧。哦，好吧，走走走。哦，肯定是装的，又想骗吃骗喝，我才不上当呢。真甜。小卖部开门了哈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，你这吃的啥呀？怎么没见过呀？这是我家大厨师擀的果肉果冻，可好吃了，一块钱一包。给我尝一口。没有了。还跑吗？真的没有了，要不我请你吃别的吧。行，走。你看你要吃啥，自己拿吧。我看看。哎，这不是你说那个狗肉果冻吗？好像是的。两位真有眼光，这是我刚进的新品果冻，可好吃了。老板，这大城市的果冻是不是很贵呀？不贵呀，一毛一包。你问大聪明，他刚刚买过。好你个大聪明，又骗我！我这不就想装个犊子吗？这样吧，这次我请你，这样你吃个够。哎呀，这还差不多。小卖部开门了哈。大聪明啊，这么多零食给我吃点呗。我买的凭什么给你吃？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个笑话，如果你笑了就请我吃。你讲听听。说小苍蝇的妈妈带小苍蝇去吃牛粪，小苍蝇问妈妈，为什么我们总是吃牛粪呢？为啥？好笑的来了，苍蝇妈妈反手就是一巴掌，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说那么恶心的事情。你干嘛呀？对不起，没忍住。这样吧，我给包小猴子，我先走了。呀，就给包小桃子，也太小气了吧？哎呀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去小卖部了。老板，给我拿个小螃蟹。自己拿吧。还有五毛，要点啥？哎，有点辣，有点辣，健力宝，健力宝。五毛买不了健力宝。哎呀，省着省着，下次来还给你，放心吧。那行吧，给，拿去吧。哎呀妈呀，真刺激！哎，傻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在路上被人打了。为啥打你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看见我就捶我，然后就跑了。啊，太可恶了！别
那行吧。嗯，你想吃啥随便挑，我请你。哎呀，大聪明真大气。那必须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，那我就拿个小螃蟹吧。嗯，哎，再拿个小桃子。嗯，哎，皮划来一个。嗯。行吧行吧，给你先扔吧，走了。大聪明人真好，这家伙比我还能吃。大聪明，给我尝一口呗。好，拿去吧。哦，高原了啊？不会的，你这家伙是不是重新的？我不管，请我去小卖部吃零食。那好吧，走。老板，给我拿点软的零食。软的，那就尝尝我们家的狗肉果冻吧。狗肉果冻，那就尝一个。嗯，大聪明要吃点啥呀？那就打包小螃蟹吧。嗯，你看人家吃东西的样子，就不能斯文点吗？看我，学着点。嗯，真矫情。哎，傻妞姐姐，傻姐姐，这道题我不会做，帮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小意思。二加五乘以二，二加五等于七啊，乘以二等于十四啊。哎呀，谢谢傻妞姐姐。别光用嘴谢呀、啊，请我去小卖部吃零食。小意思，走走。哎呀，你这是防着我呀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走走走走。傻姐姐，你看你想吃啥吧？拿来吧，小螃蟹吧。啊！再来吧，小桃子。嗯，刚好一块啊。我还没吃好呢，我想吃个狗肉果冻。哎呀，改天改天。哎，那行吧，以后不会再提来找我，我来给你提升成绩，保证你全班前三，妥妥的。知道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这傻妞又在骗小朋友了。哎，小卖部快没了。你这家伙吃的啥呀？没吃啥，还吃独食呢啊。哦，嗯，还有钱吗？我渴了，请我喝冰蛋。没有了，我不信。哎，这不是有五毛吗？走去小卖部。老板，给我拿包冰蛋，我要冰的。好嘞，等着。给冰的。嗯，叔叔，来，给你吃。哎呀，老板，你跑小螃蟹怎么卖的？小螃蟹五毛一包。哎呀，老顾客了，四毛卖给我了。啊，出多了，还有前面，这下真的没有了。哎，行吧，哎，老板，送包果肉果冻吃。嗯，走了走了，大聪明，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小卖部开门了，我们玩个游戏吧，餐饮比正反面，谁输了谁请客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行吧，开始啦。你们猜吧，我猜反面，那我猜正面吧。咦，反面，大错人输了，请客吃零食。哎，太倒霉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喝吗？我要吃小桃子。那我就拿个辣片吧。一共1块2毛钱哈、是这吧，今天准备走了街，我得钱了，走。又赊账。小卖部开门了啊。